大家好啊，就是很可惜，就是今天不能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就是共襄盛举这样。没有看过大家，还蛮想要认识多一点人的。那今天是我跟小 Q 还有丽娟在这边，我们做完一个表演之后的一个访问。那等一下可能大家会看到，就是有一个袋子是我们今天表演的过程。那希望我的表演大家会喜欢，也希望大家有点信心这样。我是黄建伟，草头黄建设的建行委员，然后我就是跟我的搭档阿旭方旭，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小时的演出这样。啊，这里面的歌曲都是就是我写的这样，对。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我在十月底的时候应该会顺利的话，十月底的时候虹桥唱片会发第一张我的个人专辑。那就是今天我演唱的歌。里面大部分都有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然后因为我表演经验没有很丰富，但是我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愉快的夜晚。会觉得，因为我其实小时候对音乐一点 sense 都没有啊。国中以前是属于五音不全的那一种，然后我到了高中之后，我的音乐老师蛮鼓励我的，说你可以写写自己的歌啊。刚好在我高一的时候，爸爸给我第一把吉他，对啊。那从那时候我开始，我从来没有学过琴，
啊，也没有人教过我唱歌写歌，那就从那时候开始自己唱自己的歌，自己写自己的歌，记录自己的生活。这首歌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然后这首歌在讲一个人从南到北、哦、常常这样的往来，然后在火车上面，他看着窗外的很多景色不断的变。其实我爸爸那时候，我发现我父母对我影响还蛮大。我爸爸那时候跟我讲一句话，就说你从小都在北部，那你不知道，如果你从高速公路开车，你只要过了彰化之后，你几乎看不到山，几乎都是平。其实我还蛮可以，我后来去台南之后还蛮可以理解为什么南部的人就是心胸感觉比较开阔，比较热情，对啊，因为其实他们的环境就是这样，阳光普照大地，然后中间也没有什么山阻隔。如果我生活在那里，我想我应该会跟他们一样，就是有那么开阔的一颗心，那么热情。那这首歌就是讲说南北之间景色的转换，那这一个人坐在车上看大家的变动啊，有些人上车，有些人下车，到底这个生活又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这首歌。想起了小时候，外婆家的屋后，春风雨落落，望着这座白日梦，云儿像花落，鸟儿天上走，世界变得太快，故乡虽然在，回家的路已更改，我望着窗。车头转一个弯，视线到这来散，寻找那纯真的我。青春的睡梦中，吹着和煦的风，列车已启动，车子轰隆隆，云儿天边光，一会儿城市。车上的人们许多泪，车的人全部都不在，我只能睁大眼睛看，呀咿呀咿呀咿。车上的人们许多泪，车上的人全部都不在，我只能睁大眼睛看一看窗外，把纯真找回来。他以前也是在民歌新餐厅唱歌的啊，我大姑、二姑、小姑全部都是做音乐或者是跳舞的，就我爸爸那边所有的人都是去英国也好，在香港拍电影也好，都是玩音乐啊。我妈妈那边都是写书法跟画画，所以，但是我跟你们讲哦，我画画画得非常丑，我在实习那边画画还被病人笑说你画得比我还要差，就是精神病人会说老师你画得这样好像没有画得好，然后笔借我一下，然后就把我的笔拿走这样，对啊。就是我哥哥有遗传到我妈妈的美术，然后我遗传到我爸爸的音乐。